遭儿喺颁奖礼上面献唱嗰下，升降台升上嚟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嗌咗两声，乜嘢事咁惊啊？因为可能太多人唔知系咪喺台上面跳舞嗰刻咧震到埋嚟啊！我哋会喺度。即系台 stand by 喺后台等紧嘅时候，点解地震嘅咧？咁样有少少，咁跟住，但系嗰升降台就冇摇摆嘅，系啦。咁但系原来离远睇咧，阿坡喺度，唔怪得咁摇摆。去到最后尾啦，我哋醒起，刘浩龙好似系今个月13号生日，8月13庆祝咗未啊？边个啊？6月13号生日，好多狮子座朋友啊！讲完就即刻闪，真系俾人连追问嘅空间都冇啊！